Hello， 大家好！今天刮这一张吃饺子老虎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300元，头奖奖金有300万元，哇，它有超过8万个1500元含以上的奖项，总奖金超过8.5亿元呐、啊！这次挑选的尾数是62号，号码是11770002，11770002，希望这张尾数62号的可以中大奖啦！玩法说明在这边，非常的简单。第一局至第12局，刮开刮去后，若任意局中刮出3个相同符号，即得该局奖金，不可跨局兑奖，就是刮出3个相同的，那看后面奖金多少就中多少钱哦。好，噔，马上开始来拉这个拉霸，开始来玩吧。第一局，3个相同的符号。第一局没中，第一局1500没有。好，接下来拉第二局，第二局还是没有，没关系，再来拉第三局，拉吧，哦，哇，还是没有，再来第四局，又没有，哇，1到4局都没有，没关系，后面还有8局，接下来看第5局，哇，还是没有，来第6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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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要3个一样的好难哦。第7局，星星、柠檬啊、瓢虫，还是没有。第八局了。第8局，香蕉、banana，又一个哦哦，有机会哦。再一个，哇，没有，7300元回本都没有。好，剩最后三个，最后4局了。第9局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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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又没中，没中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来，第10局，300元，剩下3局了，还是没有，奖金还是10万元，还是没有。来。第11局，来来来，中奖吧，中奖吧！11局扑克牌，小丑，还有哇，还是没有，最后一局了啦，是误会还是中奖？就看最后一局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第12局，过，哇，第12局误归了，哇，公益了，一次就归了300块，这张又做了300块的公益了。想说有没有可能延续上一期连续中奖的可能，看来是不可能了，这一局居然乌龟了。来来来，看一下乌龟代码在哪里，在哪里，来缩小一下，确定，整理一下，确定是乌龟吗？哎，真的耶，看到 P 了啊， P， 这里有个 P 啊， TPK P TKP TKP 啊， TKP 啊，乌龟了，没错，不用看了，看到 P，没有 TOP， 这张确定就是乌龟了。所以呢，这张售价新台币300元的吃饺子老虎刮刮的尾数62号宣告杠估，做了300块的公益，那现在就观赏，再见了，拜拜。